又错误。歌手群不就是还之前的那个群吗？怎么了？我，哎，你好，大哥，老师，那个怎么回事？是换群了是怎么回事？哪个群呢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说那个换群公屏是。说哪个群？我不知道是哪个群啊，我知道是我就歌手群，就是现在微信也有群。哦，不，我不理解，我就好久没来了，然后来了之后伴奏不知的。道怎么的。闲，你有那个，满汉的 QQ 的闲聊群吗？没，好像之前加了，好像是退了，是怎么？我看一我下，看一下我啊。有一个那个禁言的那个群，你知道吗？满汉歌手群，这个没，这个不是禁言的，加一下群号是，我私聊你吧。哎，好嘞。啊，送私聊。03238，好，这个是马汉现在的歌手群。哦，你稍等，我加一下。然后，那个微信群怎么拉你呢？那个微信群是不是得还得什么考核什么的那个？不用啊，就是。哦，微信群叫“满汉歌手熬夜秃头群我能，哎，我给你私聊过去吧，我这个，我加你个好友，拜拜。”啊，你这名字怎么读啊，大哥，老师？林宥嘉的宥，哦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发过去。这个是啥呀？就是那个号嘛，微信。啊，微信号，OK，加你一下啊。个性签名是"我是你的谁"是吗？啊，对。哎，好嘞。我加你，我加你了。哦，我看到。行，我跟你私聊了。那你先唱吧，我先下去找点伴奏。我这之前这伴奏什么都没了。行，然后我给你拉群里啊，稍等。行，谢谢你啊，老师。没事，不是，感谢哥，你感应谢。该比我大哥。我应该肯定是比你大。别叫我哥了。我先给他拉群里。
哎，我操！我怎么拉人进来呀、啊？我好像不是管理，拉不了人呢。那这样应该可以。再开，我刚上来，刚才有一个以前的歌手没进微信群，我拉他一下。我昨天录干音，录到夜里4点多，今天嗓子特别哑。这么努力哦，也其实也不是努力，是我答应群里我要录。结果我玩游戏玩到3点，然后突然想起来要录。